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大家直播的股市直击，我是小兰。我们今天很高兴请了药材证券的股票分析师潘宁翘潘小姐来到为我们分析一下 A 股的情况。潘小姐您好。小兰你好。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最新情况了。那目前上证指数呢是报在了3055点，是上涨了2点，那么涨幅为0.1%的。深圳指数呢目前就报在了10676点，是上涨了36点，那么涨幅也是达到0.4%的。那么随着这个近年来在国内的一些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呢，那保险业呢也是在参与其中的。但是之前呢尚未有这个以保险为基础资产的 ABS 的产品出现啊，但是在上个月底呢，太平人寿与华泰证券就合作发行的这个太平人寿保单质押贷款债权支持一号专项计划呢，是拿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的一个函复。那么产品呢将在31号是正式成立的，那么这也是意味着首支的以保险资产为基础资产的这个 ABS 是将会面世的。那么太平人寿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了，该项目发行的规模是达到了5亿元，那么发行期限为6个月，优先级的预期收益是达到了3.8%的，那评级也是达到了 AAA 级。那么保险业参与资产证券化是意味着什么呢？这潘小姐您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吗？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呢，在一些寿险业务推广的过程当中呢，往往呢都会加入一些保单质押贷款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么从而能来吸引这个投保人的这个投保。那么投保人呢，从保险公司那里呢购买了这个保单之后呢，那么在有必要的时候呢，就可以呢把这个保单呢来作为这个抵押品，那么到呢保险公司那里呢去按照呢这个保单现金价值的一定比例呢去获得这个贷款。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呢将这些的一个这个保单质押的贷款呢，那么进行了一个打包处理出售，那么也就是呢这个实现了保单质押贷款的一个证券化的过程。那么这个保单质押贷款呢是具有呢这个借款人的保单呢来作为抵押品的，那么如果呢是借款人呢那么到期呢不能够偿还这个债务的话呢，那么当这个贷款的本息呢已经是累积到了退保金额的这个现金价值的时候呢，保险公司呢就是有权呢终止这个保险的合同效力。那么未偿还的这些贷款余额呢也都会呢直接呢从这个退保金啊或者是这个给付金当中呢扣除掉，所以呢实质上呢这一类的一个贷款呢风险呢会非常的小，那么属于呢一些安全性非常高的一个资产。那么因此呢这一类的资产呢在证券化的过程当中呢收益率方面呢也都不会呢特别的高，像是呢太平人寿的这个产品呢在这个证券化的过程当中，那么优先级的这个期限6个月的预期收益呢，也就是只有3.8%。那么同时呢，这一个的保单的质押贷款证券化呢，和以往的这个保险的这个证券化相比，那么是也是呢有所不同的。那么以往呢都是呢保险公司呢去购买呢一些资产证券化的产品，像是呢那么之后呢银行呢也都是有可能呢会推出一些不良资产证券化，那么保险公司呢就有可能呢会去购买呢这些资产证券化的产品。那么但是呢在这个保险资产证券化不同的是呢，那么保险公司呢自己呢将这个资产呢来进行一个打包的处理，那么所以呢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那么对于这些的一个保单质押贷款呢都是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个才能够收回的资产，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证券化之后呢就可以呢短时间的就把这些资金呢收回来，那么可以那么盘活这个存量的资产，那么从而呢是将收回的资金呢用作呢其他方面的一个投资。那么从这个长远的一个角度上面看的话呢，也都是呢有利于呢保险公司呢推出一些新的业务啊等等。那么但是呢这一次太平人寿的这个产品的总的一个规模呢也就是只有5个亿，同时那么截止到去年底的时候呢，寿险全行业的这个保单
单的质押贷款规模呢也是就只有呢2300亿左右，总的规模呢不大，而且那么从刚开始的时候呢，相信呢监管层呢也都并不愿意呢很大比例的去做这些证券化的一个业务，所以那么实质上保险公司在业绩方面呢，那么短期呢都不会说啊及时的就是体现出这方面的一个收益，所以那么从这个消息面上看呢，对于保险板块的一个影响方面呢，都会比较的小一些。好的，那么关注完这个保险方面的板块，我们再来注意一下另外一个板块，那么就是充电桩板块了。那么昨天这个板块也是涨幅非常亮丽，而且涨停的支数好像还是蛮多的。那么主要原因也就是这个上海的市政府网呢就公布出即将会出台一些专项的规划，那么是要求到2020年呢上海全市的充电桩将会超过21万个，那么是这个2015年底的一个10倍。另外呢这个公共的充电桩与新能源汽车的比例也是不低于1:7的。那么今天也是啊，这个板块是有一个涨跌不一的这样一个现象出现。那么潘小姐，您认为这个板块还有没有一个升势涨幅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空间？而且这个炒作的空间还大不大呢？那么昨天从这个盘面上面看的话，那么充电桩板块的涨幅呢都是位于整个的一个市场前列的。那板块当中的个股呢也是有出现一个批量的涨停，那么主要呢都还是因为这个消息面的带动，像是呢刚才小兰也都有提到的这个上海呢是出台了一些的一个专项规划，那么到2020年底呢前呢这个充电桩的建设呢总的一个规模呢是要超过21万个，那么是这个去年以前的一个10倍。那么另外呢近期呢像是河北啊北京等地呢也都是相继的出台了一些充电桩设施建设的规划，那么并且呢颁布了这个建设运营这个充电桩的一个补贴的标准，那么接下来呢其他的一些省份呢也都是可能呢会陆续的出台这方面的一个这个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相应的这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呢在这个建设的目标上面呢如果说都是定的比较的一个进取的话呢，相信呢对于这个充电桩的板块的一个升势上面呢都还能够起到一些的一个提振的作用。那么目前呢国内的这个新能源汽车这方面的一个市场上面呢经过了多年的一个推广之后呢，那么新能源汽车在去年呢都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那么产销方面呢增长呢都是一个比较强劲的状况。那么根据呢工信部统计的数据呢就显示呢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呢已经是超过了50万辆，但是呢在这个充电桩的一个公共充电桩数量方面呢是不足这个5万个的，那么充电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的程度上面呢应该说是远远的落后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推广，那么尤其呢是在一些3-4线城市呢，那么充电桩的一个设施都是比较的一个缺乏一些，甚至说可以说是阻碍了这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那么未来呢在补贴的政策方面呢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呢也都会这个逐步的一个减少，那么补贴的一个重点呢会是转向一些电池啊以及呢这个充电桩的建设和运营这些方面，所以那么充电桩建设在未来呢也都会继续的受到一些国家政策的一个扶持。那么去年9月份以来呢在整个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的板块以及呢它的一个上下产业链方面呢都是呢那么受到了很多资金的一个追捧，那么包括充电桩呢也都是资金炒作的一个热点之一。那么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增长以及呢一些产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那么行业呢在接下来几年呢都是有望呢是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所以那么在一些充电的这个设备的一个制造生产方面有一些比较技术优势的以及呢业绩增长呢比较确定的这些这个充电桩的一个供应企业呢都可以呢我们考虑一下。个股方面呢像是这个中恒电器002364呢，那么公司呢在这个充电桩业务方面呢主要做的呢都是一些充电机的一个生产，那么也是呢充电桩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设备之一。那么在这个业绩方面呢去年呢营收呢是总的呢是实现了一个同比40%的一个增长，那么净利方面呢也都是同比增长14%，都是一个比较可以的状况。那么从技术面上看的话呢股价呢在这个
个今年初的时候呢，公司的股价呢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然后之后呢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环形区间的一个整理，那么近期呢已经是处于一个反弹的一个状况呢，那么可以呢考虑呢在这个25元附近呢就买入，然后呢目标价呢可以定在这个29元附近，那么止损价呢定在22.3元。好的，我们感谢潘小姐做出的分析以及推荐。请问您刚才所提及的股份和资产有持有吗？没有。好的，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下节再见。